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里面不是有我很想要的一些角色吗？女武神我要啊，这个我要啊，正义的化身啊，像我这么有正义感的人，我当然要正义的化身啊！文老爹，干电玩。好嘞，那么开始之前呢，来老爹跟各位说一下，老爹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序号兑换码 DAD0104， 领取老爹的专属礼包码啊、那么现在登录呢，开服送1024抽，在这边每天10抽，每天都送10抽，总共1024抽。来，我们先简单的冒险一下，只要我呢卡关，马上开始大爆抽，穿过这片森林就可以看见卢尔森王城了、什么贵族啊？太好了，可以委托他帮我们带话，有贵族在就不会被刁难。卢尔森贵族吗？杰利卡，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总之，还是去试试看吧。没问题啊，杰利卡，没问题啊。同伴说什么，我一定听的。OK， 随便打一打，只要我呢会卡关，哦，瞬间抽爆，好不好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没事啊。我的贵族啊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关心我，好像我老婆啊。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你走开啊，这个莉莉丝走开啊，不要打扰我们讲话好吗？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启程。好，赶紧启程 ，Let's go！ 我最听同伴说话了，同伴说什么，我一定回应他，轻轻松松。感觉要怎么输啊？哦，魔龙。看起来很强，你能干掉我一只吗？搞一只就一只就可以啊，干掉我一只算你赢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怎么打的不会扣血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打的怎么不会扣血啊？大奶妈！哦，不是哦，刚是谁啊？这一只不是补血的、哦。你们没事吧？瑶光。我跟你们说，各位，开局送1024抽，你一定要把这只角色抽出来。这只角色就是整个游戏的精髓，没有瑶光就没有马赛克英雄。多亏了瑶光学姐，她瑶就算了，还瑶光，不简单。看来这次事件不简单呢。青帝那边也是，总觉得刚才这个人的魔法印记好熟悉。不太清楚。好吧，如果想起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有什么事情，我当然告诉瑶光学姐了。圣庭，手除阵离。什么叫手除阵离？手除阵离呢？那当然就是手除一下。这游戏好玩吗？来，各位观众，马赛克英雄就是好玩。手除就送。星月之故，瑶光，33块，值得你拥有。时光碎片，我有500个哦。抽到角色之后，你可以用碎片买这个造型，造型有加攻击、跟生命、跟暴击率。哎，那我那个学姐瑶光可以买吗？这个是瑶光吗？哎，真的哎，从学姐变老师嘞，这个应该要买吧。哇，恭喜获得新时装学姐，这个装扮可以啊。左边的这个马赛克的小人物都跟着变动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大爆抽啦，英雄召唤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马赛克英雄随机召唤三到五星的英雄。各位观众，七七八八不要久，开一发入魂。靠，要四星的仙灵花语梅丽莎蓝银森林，五星的，这么好抽、哦、好，再来，这什么新游戏好帅。小何，那你就问对问题啦。这个游戏叫做马赛克英雄，角色精美哦，还有这个
搭配这个语音哦，刚刚我们在过这个任务的时候，各位都有听到这个语音啊，这个女生的声音又甜又香哦。啊，这个例会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啊，每个看起来都超凶的，而且哦，女武神瓦尔基里这一只，我说过必抽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好像我们的女武神这样子已经够漂亮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来到这边时装商城，可以按照真实的模样转化成像素风格，这个像素与这个写实并存哦。好嘞，继续招募，开杰利卡。很遗憾啊，虽然本来我很喜欢你啊，可是呢，你已经被比下去了，走开。月下降生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一堆五星的都是男生啊？女生就是这样，当你越不想要她的时候，她就一直来，好烦啊！啊、哦，哎，怎么连男生也是啊？我不要你啊，走开啊，米诺斯，再来，阿布卡，四星的不行，水影歌者桑德拉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第一奶妈，这绝对是第一奶妈，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里面不是有我很想要的一些角色吗？女武神我要啊，这个我要啊，正义的化身啊，像我这么有正义感的人，我当然要正义的化身啊。甜心守护长得这么像我老婆，我当然也要啊。死亡之女，这个一看就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做的，这个我也要啊，我就这么真实啊。怎么都抽不到这些啊，怎么都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啊？啊，祝旗之舞共入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这只啊？这只也很漂亮哎、欸。英雄召唤这边有八个哎、欸，来召唤看看。时间之神克洛斯，哎、欸，这只很强吧？这只看起来超强的、欸，时间之神啊。好，时光颂歌，哎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新副本啊。时间之神克洛斯用音符所谱写的时空音乐开始演奏时，你将化身为故事中的主角，跟随他们一起冒险，一起历练。来看一下是什么，开始演奏吧。来，全力以赴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瑶光。哦，也是打架。哎，刚刚那什么？章节一到八，一至二。哦，他的故事啊，每一个英雄的一个故事啦、啊。这打过应该有奖励吧？我怎么用的这只英雄是这个瑶光才35级啊？其实整个这样玩起来哈，我最喜欢瑶光啊，真的最喜欢瑶光啊，一定要抽一只瑶光出来，又强又正。重新锻造武器，来吧，第八章，来一至八，这个战星也是我爷爷最得意的作品。当我触碰到它时，听见星辰的低语。新篇章开启，还有第二章的故事哦。好了，大致上就这样了，各位观众。那么今天呢，老爹试玩了这个游戏，叫做《马赛克英雄》，开局就送1024抽。